上好呀。这个是我昨天晚上用淡奶液泡的法棍，打算来做法式吐司。它泡了一晚上的话，就是充分吸收好了这个淡奶液，煎出来就会是香香软软。小块黄油。这个是我用自己做的酸奶，过滤的希腊酸奶。再来切个橙子。搞定啦，我今天的 brunch。来尝尝看吧。先给你闻一口。然后这个希腊酸奶简直就跟奶油一毛一样。来一口橙子，今天买了一大包面包回来，这是一家我朋友推荐给我的新店，买了一个超大的全麦吐司，我等会儿就把它切一下然后冷冻起来。还买了一个恰巴塔，也是他们家比较明星的产品。然后这两个是小姐姐送我的，这个也是恰巴塔切片了，这个是一个黑巧橙子的软欧包。这两个切片的我就直接丢冷冻了，吃的时候再拿出来复烤。这个恰巴塔我想做三明治，我就把它横着切开。里面是有一点奶酪还有培根的，超级大的七孔，感觉很好吃。也是一样冷冻保存。三片这两天就把它吃掉，所以我就直接放在这个袋子里面常温保存。
conversation, station, conversation, station, conversation. We won't have one. We won't have one. Have one. 想去考一下。这个是我之前炖的银耳桃胶，我把它热一热。中午打算简单做个炒饭，我先把冷冻的糙米饭稍微蒸热一下，不然等会儿炒的时候很难散开。茄子放一些盐，杀一下水分。好啦，食材准备就绪，我们开始炒饭。把茄子的水挤一下。打算来做萝卜糕啦，主要是因为上次做青团剩了这个粘米粉，然后我妈给我寄了一包马蹄粉，这两个就可以用来做萝卜糕的原料，所以就买了一条大萝卜，然后昨天泡了一些香菇、虾米和瑶柱，准备放到萝卜糕里面。还有一根腊肠，我先把它蒸热了，等会儿再来切。
先把这些泡发的干货都切碎，只要注意用手撕碎就好了。先放一些油，把这个虾米和瑶柱炒一下。炒香之后先盛出来，然后炒这个腊肠。那炒腊肠就不用另外再放油了。腊肠的油炒出来之后，把香菇丁放进来。香菇出香味之后，把刚才的虾米和瑶柱再放进来一起炒一下。我们的配料就炒好了，先盛出来备用。下萝卜，我加一点泡香菇的水进来。萝卜变软之后，把这些配料都倒回去。感觉我今天做的萝卜糕会成功哎，看上去已经很香了。我用这个方形的蛋糕模，这个分量也是刚好哎，今天也太顺利了吧。去蒸50分钟就可以了。趁着萝卜糕在蒸，我来搞一点小零食吃。这个是今天买面包小姐姐送的卡巴塔，我热了2块。然后最近买了一个这个冰泉豆浆粉，我觉得挺不错的，就是纯纯的豆浆味，然后也没有另外加糖之类的。这个用冷水或者热水冲都可以。好喝。这个还是之前做青团剩的红豆馅，来配面包吃。这就是碳水的快乐吧，太好吃了。哇，好了，蒸了50分钟，它现在还很烫嘛，我等一下把它放凉，然后放去冰箱冰差不多1个小时，再来切会比较好切。这里缺了一块，是因为我已经切开尝了一下。这个萝卜糕的胡椒味很浓郁，超级香。然后因为里面我是有萝卜条的嘛，它的口感就很丰富。
这样用烘焙纸一块一块的隔着放，然后我等一下就装在保鲜袋里面直接冷冻。好了，满满一包萝卜糕。